我为什么不用上班？因为我家牛啊，羊啊，都没人放。上下翻飞辗转腾挪，像是活佛，原脸朝气蓬勃，宽阔的肩膀等你随时停泊。你就是林太太，这个身份我喜欢。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爱你，但是我知道你就是我不爱别人的理由。这么宝贝儿，来一场永远不会过时的 QQ 爱啊！啊！几点了？12点。我睡了多久？5年了，你可算醒了。你在干嘛？找手机啊，我上优酷看我兄弟。哦对了，变小药水。朋友来聚会，你是哪种漂亮朋友？朋友，我到了。你呢？心跳指腹挑战。我是秦兵，我接受挑战。我喜欢你的玩世不恭，喜欢你工作时轻松投入的样子。还是你没看上我。